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恐怖游戏叫做汉堡侠。汉堡超人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呢要去收集汉堡，就跟 Slenderman 一样，但是我们这次收集的是八个汉堡，所以我们收集完出来可能变个肥宅了吧，或者原本就是肥宅啦。 OK， 我们进来到这个奇怪的空间里面，要收集八个汉堡啊，可能这也是麦当劳之类的吧。喵，请问这真的是餐厅耶，你们看有汉堡，一下只收集到两个了，简单呢。 Hello anyone， 有楼上耶，哇，为什么他是谁，为什么会有个肌肉男，肌肉男的手上拿着一个汉堡，该不会这是我们的敌人吧？肌肉男，你怎么是我们敌人？好吃好吃，你这么多肌肉，你才不是我们的敌人呢！汉堡的人都是胖子，才不是肌肉男呢！汉堡侠是肥宅 ，Oh my god，Oh my goodness， 绕过去！居然可以！我成功了 ，everybody！ 我收集到六个了。把你手上那个给我吧！不要！汉堡侠，我们是汉堡侠还是他才是汉堡侠？感觉我们要收集八个，比他收集多呢。应该我们才是汉堡侠吧 ？Hello， 独立的房间呢？你们汉堡耶， 七个！把你手上那个交出来！等下！我直接啪被他一巴掌拍死！给你了，你这么喜欢当汉堡侠，给你了，好吃，汉堡赞了从楼上下来哈，我就硬要走别位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不瞒你说，汉堡先生，汉堡侠，我其实有点迷路了，哇，好吃的样子啊，哇，汉堡侠呀！汉堡超人，走开！他太强了啦！汉堡超人，还好汉堡的位置没有变了，我们赶快去吃吧！我们已经吃了第三回合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的胖的那种。这有写什么 ？This was right in ketchup。这是用番茄汁来写的。很好，没有人会以为是血迹的吧？对吧？汉堡超人，我也是超人，我也有汉堡，我有八个，我即将获得八个汉堡的汉堡超人哦！你只是普通的汉堡侠而已，还想跟我比啊？你看，七个了 ，That's what easy。我要找到最后一个，在楼上那里吗？那个小房间，楼上的造型怎么不一样了？每次造型不一样 ，bug 耶路啊！哎，我轻松的走路呢，我没有收集汉堡，所以还不会跑。那我第一个先收集楼上，好，你赢，你以为你把我逼进？跳不下去，走这么慢，我更慢，不好意思。OK，nice。我知道你走路速度变快了，但是又怎么样？我赢了 ，everybody， 我赢了，哇哦！我成功收集到楼上了，接下来就无敌了。剩下两个，我知道在哪里，在一开始的地方有那两个，我藏在那里了，对，就在这里，对 ，yes， 出口 ，yes。一分29秒，哇 ！Hard mode 困难模式，困难模式怎么 ？Don't he faster? Don't look back。他说呢，他更加快了，你不可以往回看他，你必须活着离开。汉堡侠，弃暗投明吧。我这里有汉堡哦，你也有汉堡，我也有汉堡，我们大家。为什么不一起吃呢？而且我吃八个，我早就胖死哦。楼梯怎么会有？吃太多汉堡会胖的，所以我吃三个就好了。
好快，他好快，他好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太快了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迷路了啦！哦，啊，迷路了啦！等一下，到底哪里还有？哎，不行啦，我迷路了！你要告诉我还有哪里有啊？这里五个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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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！不可以放在死路的哦。OK， 朝这里前进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蛋！这边哦，这边有放在地上。OK，two、three， 四个了，五个。这边只有一个吧？这边只有一个，六个。那还有两个哦。Oh my god， 那里也有一个，我看到了。但是这样还差一个，七个，七个。Nice, nice, nice one， 剩下一个，我觉得一定是在草丛里面。OK， 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不要这样啦，我跟他跑多久了？哦，难怪收集 bug 不会变肥宅，难怪他会变成这么大只，原来是吃完之后就一直跑，一直跑啊！啊，在哪里啦？哎 ，OK， 一定是你手上那一个吧？一定是你手上那一个吧？我抢过来，哎，不行。到底在哪里？哈哈 ，OK OK OK， 关掉你收音机，关掉，关掉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想要抢你的收音机的意思。Oh my god！ OK， 这里有一个汉堡。哦，原来他藏一个在楼上，被我看到了，找到全部了。Yes， 第八个 ，Yes。Yes， 困难模式，很难嘛，来啊来啊，我就是坐实啊，怎么样？快点快点快点 ，Yeah！3:36，大部分都是在找最后一个，旁边还写 Did you find it？ 你找到它了吗？所以根本就不躲藏，是找嘛？哦，还多一个收音机了 ，Yes！ 我得到收音机了，我们目的就是收集收音，不对吧？我们的目的是成为汉堡侠吧？怎么收集收音机？我们只要成为汉堡肥宅就好了。